师傅再开。师傅，您在白话佛法中不是开示那个戒定慧吗？可以治那个贪嗔痴吗？然后那个在白话佛法视频里有说到信愿行也可以对治三毒，这两者有区别和联系吗？师傅您开示一下，师傅。没有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比方说，多喝水也能治感冒，多睡觉也能治感冒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好好的休息啊，不要去工作，多休息。那么你说这个体质有什么不一样啦？不懂渠道的来自灭自己，来对治自己的贪嗔痴呀。贪嗔痴这三个毒，你不是靠一种药能够把它灭掉的呀。啊，对，明白了。除了靠戒定慧，你还要其他的。明白了吗？嗯，还有信愿行，师傅也讲了，信愿行也治疗。对了，你没有愿力，没有信愿行，你怎么样对治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明白了。